各位早晨。我首先想借这个机会向香港各界朋友拜年，特别是向在旺角暴乱中受伤的警察和新闻工作者表达慰问，祝愿他们早日康复。旺角暴乱事件发生后，我们和香港市民大众一样感到很震惊，也很痛心。我们强烈谴责那些暴徒蓄意而且是肆意的实施打砸烧等暴力犯罪行为，我们强烈谴责那些极尽分离势力越来越暴力化甚至带有恐怖倾向的活动，我们强烈谴责那些鼓吹暴乱有理是非不分黑白混淆甚至意图嫁祸于人的奇谈怪论。我们坚信特区政府包括执法机构一定会依法处置暴乱事件，追究犯罪者的刑事责任。我们也坚信香港市民大众希望香港和谐稳定安居乐业，在香港不能乱这一点上是有最大共识的，他们不会容忍极少数极尽分离分子毁掉香港最宝贵的法治环境。我们也坚信正义一定会战胜各种邪恶，谢谢大家。中央有没有需要为23条立法？这两个问题现在不相关联。那是毁为什么不相关？